你看到的，这是江苏无锡在太湖办灵山大佛。这个大佛像，它的基座有13.5公尺，整个佛像有88公尺，所以加起来就101.5公尺了。这整尊佛像做得栩栩如生，非常庄严。你看，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在它头法，每一个法器都是避雷针，因为它是在群山环抱当中，所以它是在中间呢、啊。如果遇到雨天打雷，它就很容易遭受到雷击，所以当初他们设计就很特殊的避雷针放在这个佛的头瓦上。这个大雄宝殿这些墨宝是之前佛教会赵朴初先生的亲笔墨了。你看这非常庄严的灵山大佛，保佑中国华东一带的老百姓啊。你再看看这底下的阶梯有216阶了，也可以慢慢往上爬，也可以由里面去坐电梯。这就是非常庄严高大灵山大佛它的雕像了、啊。